星期天下午3点多，很多人都回去了，然后营地安静了好多。这个营地呢，其实是不能砍柴的。我刚来的时候以为是跟野外的那些营地一样，我就砍了一些枯的树枝。结果工作人员来了，跟我说这里是需要买柴火的。然后二公顷为了防止这个有害虫吧入侵，就是不允许从外地带这个柴火过来，只能是本地或者一定距离之内的才可以接手，这样就可以保护这个本地的生态系统不会被破坏。哎呀，好冷！